小龙下这个头，哎，开的挺干净哈，这里面东西都在这里面了，然后把这里面东西给它吃掉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膏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可不能浪费啊，这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还有山脑在里面啊，哇，这么一大块，就，想不想吃？你双击，你给我一个行不行啊？你就对着屏幕点两下就双击，给一个，别那么小气。还有大钳子，大钳子要给它吃掉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全是肉，这玩意真费牙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小龙虾，九两到一斤左右。不知道是公是母，是个母的，哎呦，一挤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壳就好剥了。你要是不挤它，我都怕它崩我。哎呀，你看它这边有这个黄，看到吧？什么？对不对？待会拿回家炖汤。我拿回家炖，这个给孩子吃特别好，特别是孕妇啊、产妇的。哎呀，这么黑，你是烧完锅炉过来的吗？啊？还是烧煤？你还是烧煤窑的？啊，黑不溜秋那种，好像跟非洲过来的一样。有大米，哦呦呦呦呦，好硬，掐不动它，好硬的大米。这个就是，看到吧？吃大米有点噎人，趁你不吃，吃完还得喝汤。你吃了没有？哎呀，小蟹，就像这个大腿，这大腿可好烤了。我待会再吃，待会你看着，待会再分你一半，你说这可咋整？腮，这个地方有腮，把腮一定要去掉，你知道吧？腮它就跟那个鱼腮一样，你不去掉，它就发沉，哎呀，奔到眼里面了，哦，好难受啊！哎，来，睁不开。睁开眼怎么办？哎呦，就这么艰苦的日子，还是把这蟹吃完了。今天没有锅盖了，忍不了了，锅盖丢了。来个海五星吧，这就是海五星，像不像五星？你看，海五星，哎嘿，哎嘿，吃这里面，太香了。你看，在这里面，剩下还没有吃完，待会儿拿筷子给我抠它，反正也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那你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双击一下。